所有的小朋友根据自己的排名顺序来挑选礼物。不要只炫糖和那个玩具哦！完了完了，刚说完，刚说完，我展示一下 ，Lucky 给我拿的啊，最有用的，他说给喂了我一个水杯，暖心。第二，棒棒糖；第三，棒棒糖；第四，口红棒棒糖。哥，哥 ，Lucky 给你拿五个棒棒糖。第五，又是一个娃娃。棒棒的，去吧！现在你可以进去了。选些有用的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进去。哇哦！哦，你们是给爸爸买的，爸爸拿的，不然好冷。快看！哇哇哇！一、二、三，再去选一个，选个有用的，小小有用的，有用的。我又进来了。这按摩的，按摩的，按摩的。我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个，觉得你累吗？如果是他真这么想的，那就这样想啊。爸爸，哎，我给你，哎，这个有用，这个有用，这个好，好，这个好，来。拿刀来！哇，奥特曼！哇，奥特！哇，这个双胞胎要疯了吧？哇塞！你看，你看 Victor 一样的表情啊！哇！哎呀，我爸爸不要那个，换一个。没有换的机会了。好，了解了解。JT， 你看他就喜欢女生的东西，好乖的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嗯 ，OK。啊，爸爸你完蛋了！恭喜你啊，爸爸你两个男孩已经够累，你还要扛个大车。我帮你，哇，厉害厉害！我们路上没车没问题，来。哎，到底了 ？You can choose two， 越小越好啊，越小越好啊。I want a good candy. I want a candy. 已经选完了。哎，我的吃的都是糖果。OK， 下一个飞鱼的 Victor 和Yan，你们也可以选两个喽。一个人选一件哦。来来来，进去进去。哇，天明哥，你放了个炸弹在里头了。我估计现在已经在里面已经打起来了。我不去吃。不过一件奥特曼，怎么样？没有打，没有打。顺利吗？顺利。来来来来，等着你的惊喜，不要偷看。没事。哟，来了。哟，来出来，来 ，Victor Young 出来。叔叔看见有一个大的奥特曼，为什么你们没有炫奥特曼呢？你们不是最喜欢奥特曼吗？我估计就是那个。他不知道选哪个。Victor 呢？你为什么没有选奥特曼呢？那大奥特曼。为什么没有拿呢？你不说不可以拿奥特曼。哎，你们千万不要选奥特曼，好不好？你们答应好了啊，答应我了啊，不要选奥特曼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再换一下？申请，人家自己申请。进去换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选，好不好？啊。好吧，
原来你有安排，难怪你那么。但是你是不是很欣慰？我很欣慰，是不是很听话的、哦？他真的是不喜欢这个，但他还是选择这个。这样是不是？要有进步，很成功嘛？啊、哎，出来了！哇你看他笑容，哇！你看他表情，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喜欢吗？不赞。好，拿着你的礼物，走喽。